我想让所有觉得我不会唱歌的人知道，其实白嘉琪会唱歌，而且唱得蛮好听的。嗯，我觉得好难得哦，因为其实在我们跟很多音乐人教他们唱歌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这个过程会变成，我今天讲了，你笔记记了，我讲完，他回去可能要沉淀个两三天，然后等他弄懂，他才会唱给你听。可是白嘉琪特别的地方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唱了，他自己记了，就马上可以做到那个点。我要感谢很多的粉丝，他们给我很大的勇气，因为其实在我还没有经过歌唱的训练之前，我自己都觉得我唱歌不是好听的。其实我也会纠结啊，在因为有些歌曲当中，我会觉得这个拍子要按照我想要的拍子，可是有的部分又觉得是不是就让白嘉琪拥有他本身在唱这首歌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要在这里就说照你的就好，可是觉得好像照你的就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格的、很重的话了。对，我会想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录音室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嘴角一直都是上扬的，然后我的身体是很自然的随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在摆动，跟有一点跳跃，但不能太多，因为怕影响到唱歌的稳定度。我自己是非常快乐 enjoy 在这首歌里面。我以前都觉得那是玩笑话，那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梦想，但我今天觉得只要努力我就可以做。